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怀中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庸。今天有玩宝可梦。对，没错。我们已经玩到第三集了。第三集是什么东西？就是那个我们已经拍了三个。哦，对对对，之前有拍过啊，你都还记得哦。对啊，我什么都记得啊。真的哦，这么厉害。爸爸，为什么刚才那个我们遇见的那个很帅气戴着皇冠的人都走了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去别的地方了、啊。哦。西班牙，西班牙为什么他的肚子？刚刚那个冠军叫我们来找的，你说他肚子怎么了？为什么是树叶的造型？为什么是树叶的一个曲线？你说肚子大，可能吃东西吃的太多吧。啊！往下去，宝物库啊！宝物库，你不要偷拿东西，你不要像偷拿东西啦。不会偷拿东西啊！啊，我上去看看啊！他叫我上去的，先跟这个人没有获得许可是进不去的，知道吗？我没有获得许可，可我们可以进来。我在这边看，爸爸，你不要再上去啊！要啊！爸爸，我觉得这边的喝了一个球，眼睛很厉害吧？看到了，有吗？我看到了，什么颜色？不知道。你不说你看到了？我看到它的白色的那个黄色的，刚刚那个球是黄色的。我说黄色的那个前面的白色。你刚刚明明就讲白色。哦，有人在里面等我。为什么他头发？为什么他头发上有一个那个爱心啊？对啊，他造型吧。这是跟你讲宝可梦的故事。什么？要跟你讲吗？嗯，好啊。好，他讲说这个是这个王国诞生时候的故事。对。诞生是龙吧？诞生就是出现的故事。难怪是龙吗？是龙宝宝吗？你有首暗夜，好，你不是一直对暗夜很有兴趣？暗夜是什么？黑色漩涡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在想事情。我怎么回事？那是这样。对，这样子。好了，我们要去继续了。我得到两个火力碎片。火力碎片是什么？就是，等一下看一下这有什么可以调查的。没有了。爸爸，你要不要去那个房子的左边、右边？这个、啊。对啊，进不去啊！那怎么进不去？铁门挡起来了，这里可以骑脚踏车。哦吼，这里可以骑脚踏车。撞墙了、啊。这里不能骑脚踏车。哦，他不会想要跟我挑战吧？战斗吧。没有。没有。要跟他挑战的话，要先收集到七个。七个那个就是我们之前打的徽章这样子，这个在徽章。怎么了？你看到徽章就去捡吧，而且看到亮亮的东西也去捡啊。对啊。亮亮的东西会有一个。不知道什么传闻。爸爸上次有一次跟我讲那个，就是我得到宝可梦的东西，然后我也得到那个很好的东西。爸爸说那个就是这个很重要。什么东西很重要？就是那个啊。就是你还记得吗？就是那个呀，就是你说很重要的那个东西啊。哦。哎，怎么他说什么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他干嘛？把你的宝可梦收起来。只有特定的宝可梦才能学到的，也就是合体招式。哦，有合体招式可以学、啊。哎、欸，就是我这只，这只可以学啊，学着它。爸爸，你不要把这么很厉害，你要把弱的。看到合体招式，它用火柱进行。爸爸，你记得不要把那个很强的把它合体，而要把很弱的合体。很强的话，有时候需要。很弱的时候，有时候不需要，因为太弱了，一下子都被打败了。那我们就用
把头锤忘掉好了。头锤忘掉是什么？我要学火之誓约。怎么咔嚓？好像很厉害。那我怎么跟其他的招式合体？每个都看看。对啊。宝可梦。选它。不要选这么厉害的啦。等等等，那我看它可以怎么用。我包包 有可以拿火。我要用宝可梦球啊。长之誓约，魔界明天，魔界明天。为什么这么这么多呢？这些是那些我就是可以学习的一些绝招。那宝可梦听音乐，他们就会了吗？有这么厉害吗？我在被看到。你又在被看到，你还被看很多东西哦。对啊，因为我常常都看到爱兔。怎么了？为什么一直咳嗽？感冒了是不是？不是。你在干嘛？哎，这什么？这个是蛇吗？沙包蛇。沙包蛇。沙包蛇。沙包蛇，你要跟他挑战吗？应该是会有人要欺负他。哎，还让他过。不让我们过。为什么不让我们过啊？对啊。为什么？这个大胖子还要我们跟他挑战。那是你的好朋友吗？嗯，他是他的好朋友。谁？赫普。赫普。哎呀，开始了。他是吹喇叭的人吗？对，那个叫做加油棒。加油棒？对。你不像加油棒。加油棒啊！哦，臭鼬。哎、欸，爸爸，我记得好像我收不到一只臭鼬。阿迪，我有收不到一只臭鼬哦。我来看看我这个好不好用。这个。哦。一下子死掉啊！对啊，看起来很厉害这招。对啊。继续战斗。好吧。你什么时候会收服到那个？不知道哎，不用收服，但不能收服对手的啦。我说收服到另外一个最强的一个宝可梦。哪一个？我忘记了。我没有遇到他吗？对了，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就是把头那个就是用的很脏很脏的那个。谁呀？就是坏人里面的啊。有这个人吗？有啊，是那个宝可梦。有吗？就是玩的可没有哦，玩的没有。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件事情？为什么要再对决一次啊？对啊，另外一个人。妈妈，你要帮他吗？对。哦，这看起来厉害了。他是奇猫啊！哎，为什么他的你要用这个啊？不同啊，我们用踢的，踢一球吧，冲，一脚，要，像我手一样，要，为什么你后面有楼梯啊？哪里？后面？对啊，背景嘞。那个楼梯上的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我们应该上不去。上得去吧？不行啊，我们要走不到那边。为什么他这样啊？为什么那个？他们输啦，他们失败啦。为什么大爸跑啊？爸爸，你要跟那个沙包蛇对决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不用吧？要吧？应该不用吧？我看，我觉得他很强哎。真的吗？他不是在野生的吗？你说野生的才可以收服啊？嗯。你要不要收服看看？这边就是野生。看看了，我看看，等一下看我可以动的时候再来。他走了。嗯，跟着他。没有。嗯，又有人来。
波普拉。波普拉是谁？他好像是。他给我了什么？一张联盟卡。联盟卡。就给我们一张卡片。他走路好慢。很像老爷爷。但他是老婆婆。去找那个沙包去。走了。哦。还要较量一下。较量是什么？这是对决。我以为他是男的，刚才我看到他男的头发怎么变成女的。蓬蓬脸啊，他是蓬蓬脸。哦，这只好可爱哦。二连低，哦，这只皮皮有强哦。皮皮。他迷惑我。迷惑我是什么？迷惑啊，就是迷惑我们啊。迷惑我们有什么用？我不知道啊。哦，哦，被打了，刚压我们。可是没关系啊，你看你打他就很多血啊，然后他打你就只有一点血、啊。没有，不行，他再让我麻痹了，我现在没办法，没办法攻击。为什么又来一次啊？是我啊，他是皮卡丘啊。刚刚背影是皮卡丘，对不对？他是皮卡丘吗？是不是？刚刚背影是皮卡丘，对不对？他是皮卡丘吗？哦，我一直被麻痹，动不了。麻痹一直麻痹怎么办、啊？超级震动。哦，好痛哦！他自爆了。他自爆了自己。对。为什么他会自己自爆呢？他选择自爆，他的能力是自爆。我换一只宝可梦好，我那只麻痹了。让我们的金角也出来战斗。爸爸，有你等一下，可不可以把你的这个兔子，那个把它的血量，那个就是捡回来？没问题。为什么你还要拿它呀、啊？然后还有它，哎呦，怎么又是它？超级北冰猫脑控，超级水雷呀、啊，媒体战士。还有它这个。我有麻痹了吧？应该没有，在雪中雪用那个水，用水爸爸。水不行，水那个他那个水啊，水对他来，他对水不是很怕。有，就他家，咚咚咚，然后停停。对，三连打。还有效果不好。对啊。有了。太弱了、啊。嗯。那么弱，谁给你打败呀、啊？我。我说那个啦，就是他用的这么弱。哦，打赢他了。那怎么办？哎呀，打赢了。先赶快帮我宝可梦治疗一下。对啊。我这个麻痹。爸爸，你可以。你等一下，宝可梦，我们治好了之后，可不可以把那个就是那个像乌龟的那个把它的血量充满啊？乌龟的看起来很厉害，可是那个就遇到很强的宝可梦就没办法。那我看一下哈，等一下好了，应该先不用。有什么？闪电啊？什么？不知道。哦，哎呦！皮卡丘吗？闪电吸啦！为什么是皮卡丘闪电？哦，不是。闪电吸我们可以收你吗？可以啊，希望我不要一次把它打死。一脚就把它打败了，然后换下次换另外一个。爸爸，你又碰到那个闪电吸的时候，你就直接把它收回。收服哈，你可以爬吗？可以啊，应该可以吧，等下去看。直接收服吧。收服。收服。对。直接收服吧。
直接收五吧。收五啊。可以哦。对。你下怎么跑出来？对啊。我变成电了。电人吧。好看，就一般的打打，让他血变少一点。哦。Oh my god！ 什么招？这是我最弱的招式。爸爸，我觉得闪电系不需要用打的，闪电系好像必须要用弱一点的，闪电系必须要用弱的，然后跟闪电系对决。有，我找一个弱的。弱的才可以跟闪电系对。遇到闪电系的时候。对啊，遇到闪电系必须要出动。哇！哎，可以耶！真的可以跑。那我先跟他们对决。哦，两个人。两个一起打。对。怎么打？怎么打？就一打二。爸爸，为什么有？哎，为什么你？两个人我就只有两颗球啊。爸爸，你用最强的一个招式吧，你用超级无敌无敌强的招式，爸爸。好。用超级无敌的招式，超级无敌。这样可以。一下子把他打死了。不行。用泥巴呀。丢石头了。爸爸。喂。那不是刚才你说那个，就是刚才看到的吗？就你刚才那个去打一个的时候看到的。怎么了？爸。嗯。黑色的是什么？不知道啊，是小兵，他手上是刀子。他把乌龟吃了吗？对。他打的时候是不是用刀子打的？应该是手刀，有啦，超级有力啦！赢了。他们会让我们通过了。对。哇、哦，他们奖金好高哦，7000多块。那我们呢？我们现在……我刚才看到有一个人在楼梯的上面了。对，我先走这边楼梯，看这楼，你看上面有一颗球。我看到了，它是黄色。啊，这里就是钓鱼啊。啊，你钓完鱼可？你钓完鱼可不可以去哪里？鲤鱼王。耶、yeah! ！我一直想看鲤鱼王是长什么样的。真的假的？可是鲤鱼王不会死掉吗？它在路边上。我以为鲤鱼王要在水里。对啊，超级一脚，好、哦、可以哦，可以收服他哦。咚咚咚，小蜜，他的攻击就这样哦。对啊。好，帮你收一只鲤鱼王，好不好？爸爸，为什么他这么怪啊？怪怪的。有没有？会不会收到？有。嗯，好棒。好的，太少。太厉害了。鲤鱼王它是水属性的，哎、欸，爸爸，那我们下次看到水属性就可以用鲤鱼王对上去。没有没有，要火属性的。爸比，那边是过不去的。上面有那个呀，花花呀，花花朵、啊。这都没有楼梯。对。它上面是什么？我要整一下。哦，哦，它不是那个真的真正的。哎、欸，花朵，仙人掌。仙人花吧。仙人掌花朵。我以为是仙人花，因为它的花朵跟仙人花吧。踢他两脚。跳一下啦。哦。超级厉害。好了，要不要收服他呀？好。
怎么了？啊？他对你怎么了？他对我用了一个能力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看着那个。有没有？有。大皮。有。那我们可以去那个楼梯吗？可以啊。楼梯都还没看到。仙人花看起来很厉害。我觉得还好，我看一下他的能力哦。好啊。他可以吸对手的血。哦，要把那个就是剩那个队伍的血变少，然后这样他就会那个就是一点点没啊，走那边一点点没有力气啊。走上面，好吧，那边有宝可梦哎，看过去吗？他跟他讲话都没注意到我。背包客。哦，他是女生，现在是男生。他是女生。我以为他是男生，现在是女生。那不是功夫强大吗？他是功夫强大。他只有三只手指。我看过宝可梦没有这只的。没看过这只，是很新的啊。难怪你买的是新的宝可梦卡吗？哦，哎呦，威力强大哎！为什么他把你贴到上面？对啊，他怕火吗？怕火。嗯。不要打吧，你不要把它收服啦、啊。这不能收服啊，这个叫宝可梦。说你不要把它收服。我赢了。为什么他笑？不要尴尬的笑，因为他输我了。他能够实现。不对了。对嘛，宝可梦看过这个，它是挖地鼠。如果有人过来的时候，它会掉下去，让人类掉下去。做陷阱。对啊。那我们要收服它。它的血液。来给你按收服。大石啊。等一下啊。来，按确定。A， 一个死的。哦，是你收的哦。有没有收到就是你的问题咯。嗯。要不要再收一次？好，再收一次。这是万里。干嘛呀？他用沙尘暴。他不知道有什么。开始刮风了。哦，沙尘暴打到我了。为什么？一直有招出，他的绝招啊！来啊，看我有没有啊！强！哎呦！啊，他不好捉哎！这只挖地鼠太强了啦！对啊，直接消灭吧！真的吗？好吧。再给他一次机会，要不要？为什么？你来确定？快死了哎！我没有不怕输的精神。一、二。啊！你都死到二级，好了，可以直接打败他了。好好好，我们下次得到就更强的宝可梦，得到多一点的了，很强的宝可梦。啊！我倒下了。爸爸，你现在去把你的宝可梦。没关系，我用下一次。啊，不行。用。爸爸，你不要用那个火焰的啦。有豪力，豪力，豪力不是那个睡前那个宝物？为什么豪力继续抓？豪力为什么变大？对啊，变成长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啊！终于抓到了！哎呀，对不起，你手刮到我了，好痛。指甲都没不剪，尖尖的。我再帮你补一补。谢谢你。它可以干嘛呀？爸爸，它可以干嘛？挖地洞吧。挖地洞，好像是挖过去，
那边有人呢。爬楼梯。对面有一个楼梯。哎，爸爸。这边很多很多楼梯，上面有帐篷。爸比，我找到那个你帮到宝可梦那个补好血的那个地方了。我要先活力碎片。活力碎片在哪边？这个啊，我要救我的角色。角色？对啊。救你的角色干嘛？啊，我们刚不是受伤吗？对。你在干嘛？调养。玩呢。好了，说好了吧。OK。去对打吧。哎呀，被他发现了。发现了又没关系。跟他对决，对决吧，模特西亚。爸爸，他的宝可梦小怪怪的，绿色的。哎，爸爸，毒蝎哦。好像我帮你收服到有一只，哎，我帮你有啊，我帮你收服到一只喽。少虎绝香的这个，爸爸，我真的帮你收服到一只的这个小的哟。哇，我们一下就打赢他了。爸爸，我。可幸好他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没有要捕抓，因为我帮你捕抓到了一个。啊、是，你有抓过就对了。对啊，你不在了。又是他。时候，他的小刀刀呢？在手上，用他的手上小刀刀，能看到。刀手，一下打吧。我觉得那个就是爸爸很强，那个就是要跟爸爸对决，然后没有这么容易可以打败爸爸。真的，他没那么容易打败我。对啊，他们为什么每次都那个用那个这么弱的宝可梦打？没有，不是他弱，是我太强了。爸爸，你怎么上？你先跟他打啦，爸爸。我要先去这边啊，这边刚刚我们这靠东西。没看到啊？有。哪边？对了，去咬树爸爸，会有好东西吧？好。咬咬咬咬咬。咬呀咬呀，继续咬咬咬咬。咬咬咬咬咬咬。继续咬咬咬咬咬咬。哎呦！留下来一个大肥松鼠啊！你可以收服它吧。我觉得他很强，你要不要收服看他？看看。你先不要收。我先打他两下。你先不要收服他，等一下跑过来，我要把你打。好了，可以收服他了吧？可以。这样的血好看啊，可以。可不可以收服他？收服他。不行的话，你就那个就是用他一点点的那个力量，然后把他打成一点点血。哎，差一点点。那死猪睡觉。睡觉干嘛？不是他只是他自己睡觉。然后他的血就变满了。我以为是我们睡觉。对，我以为是让我们睡着。用火烧他，他应该怕火。对啊，他真的怕火。没错，他还在睡。他是怕火性。那我就是他在睡觉，我就用那个球来把他收服。他刚才不是那个就是用血很怪吗？他睡着了，所以被我抓走。我知道，像他是觉得那个战斗太累了啦。是哦。我觉得是那个他一直爬到树上太累了。那我们的东西。刚刚的那些什么那个果子都被他拿走了。为什么会拿走？我只剩下一颗苹果，两颗柿子。为什么又被发现？还有什么？这跟刚那个好像。当然就是刚才的哦。哦，摔跤手。摔跤手是不是怕火啊？他是不是怕火、啊？你觉得呢？我希望踢的好了。用看他，用看吧。嗯，那看来他应该是怕火。对啊。爆破！哇，他这个很痛哦。哎呦！
不痛啊，你看。痛啊！毛孔不痛还是？哇！你笑死。他怕火。我说的对吧？我说的对吗？你说的都对。可是有时候我说的不对。爸爸，为什么？封印。封印什么？封印不是把你的宝可梦封印住吗？爸爸，你不要把你的宝可梦封印了。封印是把你的……是那个技能是封印人家的绝招。哪位是封印？对了，这个我不需要。是封印宝可梦吧？没有，招式封啊！我踢到什么？闪电蜥。闪蜥啦，是闪蜥吧？闪电蜥。直接收服他，那吗？因为我打他的话，他一下就被我打死了。都还没咚咚咚就好了，干嘛呀？我又麻痹了。那为什么这个宝可梦也会麻痹？看我家喵喵出来了。喵喵，喵喵，是毛毛啦。喵喵喵。喵干嘛？一只猫咪啊？对啊，这个不是坏的猫咪，干嘛呀？他把我的速度降低，没关系，我用聚宝弓。聚宝弓。哦。掉出好多饼干的。为什么用聚宝弓掉出这么多的饼干呢？那是金币啦。那是饼干，有可能叫饼干就行。聚宝弓，超级聚宝弓吧。哦，他点我，丢金币。就是现在收服他。好，没问题。因为他这样的血很少。你觉得可不可以？不知道啦。有。耶、我说的对。赞！爸爸，为什么我们全世界的宝可梦，为什么有一些打不过，有一些打不过？然后因为有一些很强啊，像是那个第二，就是我们之前那个第二集的时候，然后那个看到一个神剑的那个，哇，都是电哎、那个不是。那个吗？皮卡丘的尾巴的形状吗？皮卡丘的尾巴的形状。对啊，他们都是的，没有啦，差一点点。皮卡丘，皮卡丘，皮卡皮卡丘，皮卡丘，皮卡丘，皮卡皮卡丘。那我要把它加到我同行的宝可梦里面，大岩。大岩不用。对啊，因为大眼每次都死。对啊。我用它的时候也是。好吧，你只要看到迷宫就不要去，看到迷宫就表示有。哎，爸爸，下面有金星的东西。有。哦，走了一个楼梯，爸爸走去那个楼梯下面啊。没问题。走上去吗？撞。啊！怎么撞啊？哎，不是，是被铁椅，钢铁。我以为是钢椅耶。钢椅就是钢铁椅。哎呀，我忘记我刚刚那个麻痹了。麻痹是？就是我在不易使出招式啊。你不会使出招式？不容易啊。麻痹了，为什么就打一点点？对啊，咬我，效果不好。我觉得是你的耳朵打住了。是耳朵太大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宝宝，我那个蚂蚁超弱的，我家宝可梦还被。你有看过？对啊，我看过那个蚂蚁啊，那个蚂蚁超弱的，而且我还下载了一次。你问你什么时候给我偷偷下载？就是你们不在的时候，然后下载很多，然后之后那个就是我觉得
这个他那个就是太难了。哦、夜巡灵跑出来了。那个就是他太难了，然后蒙个蒙的那个，然后我就把它删掉了。哦。就你不会玩对不对？会玩，只是太难了。然后我放弃掉了，然后就把它。我麻痹了。还麻痹呀、啊？有什么动物是麻痹呀、啊？麻痹不是让脚麻痹吗？有一次那个就是我脚有是麻痹。脚麻，卡麻。卡麻卡麻，麻麻。踢个火焰球给他。飘飘飘。在干嘛？我已经无法跑走了。那我换个人跑。为什么不行跑走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不好用，我只用。不能换。为什么不行换了？我还可以，还好，我还有绝招可以。爸爸为什么不行换？他用了一个技能，让我就是没办法换的。没办法换了，也没办法逃脱。对啊，看一下告示板。学习招式即可忘啊！为什么？你说到一半，为什么就没？爸爸，我怎么看到那个闪电蜥蜴啊？我为什么在下面看着闪电蜥蜴啊？我刚才看到的就是这个，爸爸。我也是，我看到神奇糖果可以干嘛？神奇糖果，你要吃吗？神奇糖果是让这么厉害哦，它可以给宝可梦升级耶，升级吃了可以直接升级。对了，爸爸也帮那个就是刚那个石头的升级，我不知道它会长什么样子，反正先没有升级过。宝可梦先换了。爸爸，你可不可以先把那个没有那个就是没有用过？这个就是没有升级过的宝可梦，然后把它升级一下。先不用了，对啊。看到迷宫不要去，迷宫表示就是那个有宝可梦要对准你。遵命。这条路应该是我们之后要去的道路吧？你说的对了，去跟他打吧。一定得跟他打啊，因为他站在路口了，对不对？不跟他打也不行。他拿了什么东西？他做的作品很像一只皮卡丘，有没有？爸爸，人肉。哇、哦！爸爸，我记得他是谁，就是我记得他是谁的宝可梦。谁的？就是那个坏人里面的那个啊，宝真，那个就是那个，就是我看新的电影。的那个在 iPad 看到新的那个，然后他就是怪人的里面的好朋友。哦，降低我的命中率。你可以跑走吗？不用跑走，我已经打得赢他了。你可以跑走吗？哎呀，没打到。哎呦，他打技几掌？对，他炸，他自爆，又是那个自爆，你知道吗？自爆技几啊？对，他是死。我觉得爸爸不用使出自爆，因为他会让自己。我觉得爸爸不喜欢自爆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绝招。对啊。这个树长得好好笑。对啊。这么好笑。威力好低哦。哇！我不该觉得他好笑的。爸爸，他是树拳啊。他怎么看起来这么厉害啊？他是树拳啊。手是长臂猿啊，他的手是长臂猿啊，这么长一个是长臂猿啊。对啊，还是长臂猿术啊。来换一个暴富。暴富。我。干嘛用弟子暴富？是，我们要暴富他啊，没有打到他，完蛋了。暴死人。不要啊。可以。哦，太快了。我被暴富肥了，我被暴肥了。还好。我怎么他拿着掉下来，然后就把掉在他的下面了？爸爸，这个偶像你有去过吗？
你有去过这边吗，爸爸？没有哎，到了新的城镇了。为什么刚才你那个就是刚才的那个啊？哦，这是新的那个，我们新的竞技场。爸爸，你要不要去那个新的竞技场？我要先去补血嘞。嗯，还有那个救你的宝可梦。没错，让他们休息一下。对啊。对啊。哦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没错。一二三。好啦，今天就跟大家玩到这边啦，好不好？我先跟大家说拜拜。拜拜。嗯，记得。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好你的，拜拜！记得把广告看完哦，拜拜！拜拜。